今天考试吃各种冰冻网红泡芙，必须三口吃完。哎，几口？三口，扣五分。嗯，两口。那勉强让你吃两口，从哪个吃起？不知道从哪个吃，扣五分。知道了，从这个绿色的吃，这个太适合老师头上的颜色了，清提味的泡芙。嗯，这清提还是冰冻过的，还在爆爆珠呢。加五分。好了，两口了。这泡芙这么大，吃两口谁能吃得完呢？我就能吃得完。那这个就喂老师吃，老师吃两口。吃的不错，给老师加十分。还是我来吧，这个芒果的两口还是可以的。吃的很好啊，扣你八分。咋还悄悄呢？还掉，扣十分。不是老师，你听，多么的清脆，再扣十分。没见过这么硬的泡芙。啊，金童学生加十分。嗯，花老师扣五分。这才叫一口，加一分。哎，每题听音乐，拍拍拍拿放，拍拿放，拍拿放。嗯，不错，掉了不少，扣十分。真没意思，人都答对了还不让变脸挺快。软糖馅的泡芙真的还是挺难夹的。答的挺好，不加分。我这题答的这么好，不加分吗？老师还问，扣五分。加分吧，老师。给老师嘴擦的挺乱呀，加五十分。哇，蓝莓这个不错，这里面看起来不像奶油，像酸奶。那是冰淇淋，好圆啊，扣五分。草莓的就是很常见的了。哟，还摔摔打打，扣三分。你没摔打你，还想摔打老师，扣十分。这草莓真酸。哟，这个长得跟老师可真像，就是少两个眼睛一个鼻子，扣二十分。老师长得有这么好看？不是，老师长得有这么漂亮？哎，不是，老师确实长得跟这个一毛一样漂亮。加一分吧，那就把老师吃掉了。好，扣十五分。这个红彤彤的看着就好吃，也不用两口了，一口就行。一口吃完，加十五分，考试结束。算算我今天考了多少分。